大家好，今天展示一下激光打标机的详细安装步骤。拆除木箱后，拿出所有机器配件。机器配件有激光打标机、电位铝条、脚踏开关、钢尺、转件 U 盘、电源线、USB 线、试机名片。下面演示一下安装过程。第一步，安装立柱。工作台上有四个孔位，将立柱放在正上方，四个螺丝孔对准位置，依次拧紧螺丝固定好。第二步，安装光路。光路放在立柱支架上，前后调好位置。有四个螺丝孔，调好位置，依次拧紧螺丝固定好。第三步，安装电源线。电源线头部对准槽位，插紧后拧好，防止脱落。第四步，安上脚踏开关并拧紧。第五步，连接地线后并拧紧。第六步，安装电脑主机放在主机箱内，将显示屏固定在支架上。然后鼠标、键盘放在固定位置。安装完毕后，打开电源后，开启电脑，安装驱动软件后即可使用，可连续24小时打标。点击红光预览打标位置，点击标刻即打标机开始运行，接下来放入样品打标即可。